今天新闻上说，整个山西省北方，中国的北方遭遇大面积降温。中午的时候呢，我们这边看来是阳光明媚的，本来说全家人我们一起出去转一转，包括姥姥。其实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姥姥平时出门真的很难，需要全家人一起行动。本来答应好的，结果姥妈出去洗头发去了，这一等就等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回来，我有点着急，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出去，我怕姥姥很失望，因为我已经答应她说出去转一转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陪姥姥出去逛街。没有拉上？没有吗？再拉长一些。他说坏了，外边的那风特别大。去外边走走，姥姥都等了半天了。你下课到地下哭，你在上边戴上口罩吗？在上边我把你接上，接上咱直接到商场下地下哭，坐上直梯到上来，不见吗？到欧洲国际，到什么国？到那个升龙国际？不是到升龙那哪呀、啊？五洲。到五洲吧。五洲老去没劲，走吧，我去，人家就一个人啊，他去了也就一个人，一个人行得，估计今天是出不去了。一个时间呢是确实太晚了，第二个呢就是外面的风确实特别大，姥姥不能承受这个风吹，万一出什么事儿也是个担心的事。虽然我个人感觉好像是也没多大事，说改天等天气好的时候。为什么我这么在意这件事情？因为觉得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事情，就是你看着它将会成为遗憾，就是说你可能还可以去做，你可能还可以去做，但是概率很低，你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去弥补。很多东西都是你眼睛看着它慢慢的去发生，你无能为力。之前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时候，想带姥姥出去，那是全家人阻止我，全家人说这姥姥身体不行了。忽然间我就觉得姥姥特别可怜，真的是心里面很痛苦的。以前小时候怎么样，像我们说长大成人要奋斗，奋斗之后做什么呢？不就是给家里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吗？那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呢？就是让家里人过得更充实一些，更不一样。比如说曾经啊资金不足出不了远门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出去旅旅游。可是当你真的赚够钱了，家里人的身体已经不可以去走了，这就是遗憾，这是莫大的遗憾。因为我出去之后，我们城市之外的地方很美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姥姥完全姥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办法带他们去。然后我会忽然感觉到那他的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个家，那最多家附近的一个商场，这是他从此之后的余生要生活的地方。我想到这个很可怕，我觉得很难受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带家人多出去走走。可是呢，大家看到就是想带他出去，时间不允许，身体不允许，刮点小风哪儿去不了，这就是现实。这就是很多人追求了一辈子，他当他准备好给别人幸福的时候，别人已经觉得那不是幸福了，那已经错过了。人生当中会留下很多无法避免的遗憾，那今天呢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遗憾。没疼，在哪疼、啊？在王雪那个，你看你的智能的那个，可以手机扫码。走，走。我们的两个可爱的小狗狗，戴上去，这不得脱了鞋啊？那边有啊，72/144。哎，走不中我了。想不想去？你白住会是。咱们去，哎，姥姥，咱们去了之后吃完饭，去舅舅家坐一会儿，怎么样？英国的，人家都不回来，在英国家，没有人让回来干啥。
没意思，完全先愣着。那姥姥，我们出去吃了啊！啊，你不出去吃啊？走吧。这事儿啊，他居然不敢。怕啥呀？人家这出去不老干出去不？那明天去啊！啊，啊，明天好，行，明天咱去转转。项目建设计划，那走了啊！将改造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，强化资金保障。眼下正在抓紧。说的是，其实今天外面的风并不是很大，也不是很冷，姥姥真应该出来。我们进入到了人民食堂。这太那什么了，跟那个食堂是一样的。现在这个临汾市平阳广场，这个呢是姥姥年轻的时候来过的地方，当时还能来这儿跳跳舞走动走动，现在是完全不行了。嗯，那前面这块要拆了啊，在经过了30多年之后，面前的那边的整个街区要拆掉，然后据说未来要盖这个万达广场，那之后这一边呢就要重新洗牌了。今天没白来，把这个手机的电池换了一下，我妈妈的手机维修费还挺便宜。哎呀，真希望姥姥能今天陪我们走走，可惜啊，没机会。今天外面也不冷，风也不大。对，给你带了一碗，喝吗？啊？给你带了一碗，给你热一下啊。你喊的。让你跟我们出去，你不去，饭可好吃了。啊？饭特别好吃。不是，姥姥不行，你不懂，你啊，姥姥，你真的不懂。姥姥，快把。趁热喝了。冷冷风雨不能作歌，太糟了。烧吗？照耀你我。好喝吗？嗯，那狗还想喝。大家好了。